老妈，听说你在欧洲的巡展很成功啊，什么时候回来？快了。这次的巡回展呢，还有最后几个城市要去，等结束了我就回去。啊，对了，一星的星星要开机了，你帮我挑份礼物送给他，当做贺礼。我会的。你跟一星最近怎么样了？都7年了，你这恋爱谈的也够久了。事业再重要，我更希望我儿子可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跟美满的婚姻啊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珍惜眼前人比什么都重要。好了，我知道自己到底该做什么。哎，对了，你接下来的巡演啊，我已经安排好了人，每一站都有人给你送鲜花，准备好接受啊。你呀，你就知道转移话题哄你老妈。好了，不早了，你也别太晚睡啊。好了，妈，晚安。要抓住一个人的心呢，首先要抓住他的胃。你再好好的想一想，我很期待。蛋糕啊，哎，绿豆汤，来，趁热喝。今天看起来心情不错啊，要不我这每天至少要工作18个小时的妹妹，又煮了绿豆汤，又做了蛋糕，是有什么好事情发生了吧？哥哥，我先走了。姐，早餐快好了。我来不及吃了。还有个会。那这样吧，你把这个袋子吃。这不是你要给郑南贤的吗？我不忍心看你饿肚子吗？不想要？不是不想要，我只觉得有点奇怪。昨天晚上你还跟宝贝一样碰都不让碰，怎么今天舍得给我了？我想说，你说的有道理啊，他什么都不缺，会稀罕这个。那我不客气了，走了。嗯，小心点啊。你有事找一心，有什么事儿和我说吧。我就是想让他帮我们求个情，只要能帮顾如谦复职就行。他天生就是做科研的材料，不应该就这么被埋没。他最近还挺忙的。再说你这个事儿，既然是找他求情帮忙，那他如果要不帮的话，
是不是也无可厚非啊？我们之前是有约定的，况且他不能躲着不见我呀。哎，他怎么叫躲着不见你呢？据我所知，这个温暖现在还在前面吧？要这么说的话，你们的约定不也还没达成吗？那他要不见你，是不是也说得过去？是这样，一心呢，他也听说了这件事情，也深表同情和遗憾。这个呢，是他的一点心意。你也是个聪明人，以后就不要再打扰他。原来他是让您来当说客的。我的要求并不高，我只是想让顾如谦重新回到这个行业。如果不是因为搅和进来这些事儿，他会有很好的前途。现在拉他一把，这过分吗？心彤，我们大家都是成年人，就应该为自己当初的决定而去负责。所以我觉得，你还是把这个拿着吧，换个行业，可以重新开始嘛。我现在终于知道，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您转告他，我要的不是钱。再见。